者林美雪台北报道。文化总会主办城南有意思活动最后三天，接明两天四月六七日，活动主场礼至泉州街，以推广绿色消费为概念举办春日套好市集。除了逛市集，下午也在泉州街举办城南听听歌音乐会。六日邀请嘻哈歌手李英红的 Coach Daddy Long 双人吉他组合 WOODY与 FINN 柔米四组表演团体轮番演唱。明日七日持续在泉州街上举办春日好好市集。城南听听歌及星空电影院听听歌将邀请秉贤伟俊齐歌CICADA 林声祥 X 大竹岩 X 早川彻现唱。明晚星空电影院则将播映俘获东京国际动画节最佳长片的幸福路上。城南有意思活动最后三天，邀民众来听歌。文化总会提供城南有意思活动最后三天，邀民众逛市集。文化总会提供。